来感受一下我们那个春雨哈，走到里面看看油菜哈。哇，真的好舒服啊，正儿八经的。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城里头那些压力哈，不可以来农村，反正还是劳逸结合嘛。好，我们开始学下那些亮亮拍照。哎，那些亮亮啥拍照嘞，双双？晓不得。亮亮，那些亮亮，那些亮亮不拍照。是不是？像不像？像不像双双？差点感觉。他那种灵魂哈。嗯。那婆婆，那婆婆不是亮亮，如是亮亮，就请教一下她了。你家婆婆是哪里去？回家呀的。回家吗？回家。啊，慢一点哈。嗯。你们到这里就先拍。对了，拍照。要不要给你拍个照片？走走了。哦，要人马上。要放学了吧？啊，要下课了，他们都快点，他妈给拿的。啊，对，坐到高头好几个。晓得你给我看不看到我们？看不看到？好嘛，你看，你跟我来聊。我的瓜娃子，你看你我的瓜娃子，不也不挺起。哥哥，看我的车，你啥子意思？快点关门。不关。来买什么吃的？好吃。买烧烤。买烧烤啊！你哥哥对你好好哦，一年。别个哥哥都不能买。别个我不得买呀、啊嗯、你那会儿那个时候小时候经常给我买吃的、哦、对呀、啊、当哥哥和当哥哥也好当姐姐也好他都会疼过你弟弟妹妹啊那是天生的懂吗那、嗯、是应该做的、嗯、你信不得、哎、好高兴哦你哥给你买东西了好高兴哦爱你哦你爱哪个姐姐你爱哪个好奶奶，好奶奶。你爱哪个？我爱奶奶。你爱奶奶呀？我不爱奶奶。你不爱奶奶呀？那你爱哪个？我爱哥哥。你爱会活泼的，你还要都爱哥哥了。你好会活泼哦哈！你不爱三八呀？奶奶、爷爷、你哥哥。你不喜欢三八吗？哥哥。问你，问你，你喜不喜欢三八？哎，看看，算了哦。我说你像个走路哦，文英你，像个走路，你都不喜欢我，我像个走路。走，文英你，那边。小乖乖，走了，来，慢一点。老师给你提。哦，走。两姊妹还是好，哥晓得疼妹妹。太重了哈，重了，四个月昨天刚满，有二十斤喽，是不是？天哪！笑也。他那个最近长那个结实嘛，那个。那你打个一次东西，健健美呀，那打个。他说：“生衣服穿了，生好多钱。”哎，大姑奶奶，那你咋舍不得呀？别个一个一个奶奶添一个孙儿，那你说起大姑舍不得哟。就舍不舍得，哎，老表哥。要穿旧的哈。哪门呢？你说话嘛。别个他们说的，生下来要穿。新旧的穿。穿旧的。哎，他你看，小小子穿不热热的，我们热热身体也好，也不生病嘛。啊，就要求他能够。跟我们农村跟我们的名字一样，取了阿狗阿猫的好养哈。哎，快接着去！生日快乐！谢谢。你那个妹妹还恁个讲究，那个花。哎，大几了？大二了。
好快哟、哦，那个运动。那个不知不觉，马上满30岁了。我晓得老老子那么大。那时候跟他小的时候合的烟，好多岁那个时候。那是那个是我，那只是他，他那个时候应该是1岁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当时还尿在里面。我尿的吗？哎呀，那个眼睛看起来好大呀哈。对呀、啊。眼睛都很大。从小就长得一块。这是两件套哦。好秀啊！现在是衣服，这里很贵，2件340几块钱，那是贵到没法。现在小孩的东西，奔那个主题很安逸。我们买卖坐在那个大药城那对面了，是吧？啊，今天哪个小城都弄过来整一台，啊，大家都在一堆，哎。那个那个真是放假了。在屋里头妈都不得给你那个准备哟。但是好多菜都是你弄的，对吗？我弄的，我米学个人操作的，我是。低头煮的，给他放了嘛？他在哪儿等你嘛？你我给你连个那个的，好慌啊！好慌啊！来来来来，就是你先。你让过来我。来人。好好。好，你让过来我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学那个。快点，快点。妈跟大妈俩在推，但是在撞。打架，还狂。打面。你个大妈，心情为什么狂？还狂老心情为？你大妈跟我出去个3把。这个的。开玩笑哈。嗯。找朋友没得？没有朋友。我信你。这是第二次跟妹妹喝酒，哦，应该第一次喝酒。我是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你上次跟他们打骨子的时候，看他喝的啤酒，但是我没喝。
那不算。你四个喝一次酒好难得嘛，我。不是跟那几个哥儿都是难得，那是第一次。第一次喝酒，第一次都从来。那这个妹妹，我们那些几个妹妹的嘛，就是啷个都没想到她会喝酒哈，真的。啊，就是。确实没想到她会喝酒。不会，我只喝了那一杯。对，平时看不出来哈。今天两个是不是成亲？嗯。好困啊。楼上没了，楼顶去吧。那他们都是算一个月嘛？我上次你们的时候，我第一会儿回来问你们，我马上出去了，哪儿不带你去？我这儿四级，他唱的接我二了，那个就是你妈好的。我在那个，我那个厂家那个一个月少还一千。生日吃什么？生日过生日吃什么？嗯，啥芝麻你的？大补盘。快点！哎。一个水杯都要挣到这么贵，而且还好看，像个那个，这个那水杯水杯的都是妈妈跟娃儿的，你都不懂。啊，不要个那些在娃儿的也是爸爸的带。是噻，来吧，走吧。走路啊。你跟你姐姐宝贝耍那个了噻。哎呀，等会儿吃啊。走，加起走。走啊走啊。等会儿吃，等会儿吃啊。哎呦，歌都还没唱啊。你又去追他呀？歌都没唱啊！哦，晚上给他先吃了。这个你二姐要一下。你跟表叔唱歌噻。嗯。好的。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他不要我背。你刚才是那样子拍的，你照了。拿着去。干嘛？在拍照啦，你还要背耶？哎呦！我在那边请哈，奶奶在那边去请哈，你跟哥哥两个在那边请。
我来呀，你过来，你过来。七百万美金。你要七百万？老板，你来。这个那个土豆，那个土豆好香哦，土豆，是不喂，姐姐，老孟，哦，没事，我没事，我刚从良品回来。哦，那些蚊蝇真蚊蝇上重庆来吗？哦，那陪你们那个一两天哈，放假哈。要得要得，问一下妈妈，好嘛，我问一下嘛，妈上来的话，到时候我们都一起嘛。好，好，好，要得要得，好，拜拜拜拜拜拜。姐姐喊我把那个蚊子蚊蝇带上去，毕竟闷久了。我看到蚊蝇呢，回来看到蚊蝇，他小娃儿虽然说不来哈，看到他样儿呢，哎，我觉得还是肯定他是想他妈妈的，想到妈妈，想到爸爸不说。那个小娃儿最离不开的是妈老汉儿，不管他爷爷奶奶带的再好，等我们放学去接他们。奶奶都重庆去找妈妈，去找爸爸，去不去？去啊！如果不去的话，都可能上课写作业，去吗？那新上买一个，干嘛写一个？高不高兴？高兴呐！说大声点，高不高兴？高兴。高兴呐，好嘛。哎呦，好恶心咯！你手里干不干净咯？干净。哈哈哈。那都是妈妈没在屋头的样儿哈。三八可以喝酒，爸爸不可以喝。咦，那你还对三八好味哈？我谢谢你哈，维尼。我来背。走，维尼。我要你去呀。不要他去呀，不要我去呀。走，这儿噻，妈。这是我的位置。哎呦，出来待两天了，早就回来待一天半载一样。魏一真，老子把窗子关得起当啊！我开的空调。你开空调你不得了噻。
听到啊？听到？我们在喊起啊，你没听到吗？你要喊起嘛？你要增大声些。我跟你说。一只米？哦，那么？俺还上高学哈。嗯。哎呀，这个娃子，我在跟你正正正没得说话，也没意思。上高学。上高学的，你给他开慢一点哈，我劳问你哈，听到不？我开车开得慢。你开得慢喽。听到那些歌儿，哪能给慢得下来嘛？美女 ，come on。高原。Yeah，come on。开车老闲的。那些歌听起，那些歌听起了，哪能？安全第一，我晓得，我开得慢。晓得，晓得。我晓得，我开玩笑的。玩笑开车呀，开玩笑。上有老下有小哦。是妈妈去呀？是，妈妈去。想想不想去吧？想去呀。是走到哪里那个收费站来的？我感觉绕了路，我都说给我开砸了，还是你要吐了。民生嘛，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空调反复的开。我第一次，我坐车，我坐车都不吐，我今天开车把我开吐了，今天绕路绕着了。哎呦，乖乖，咦，啥？你不亲妈妈一个？你看他害羞哎。不亲，我亲。啊，香不香啊？香，香啊。要不要先问一点？啊，开心呐！这把儿都笑烂了哦。哎呀，妈妈亲一个。你好久没看到你妈妈了。魏一山，你喊干爸没呀？太久了。哦。哇，你看那是哪个？那个英林的，那英林的。哎呀，不好意思。哎呀。姐姐，我啦，文西西，别在喊你啊，文西西在找你耍呀，文。姐姐，他不好意思。哦，丫丫哟，哦，谁？咋了？上去。姐妹妹。姐姐姐。那是我三爸结婚的时候。那是我们那个祖祖，女祖祖，那是我二哥，那是我哥哥。文大哥来的，那是我表哥来，川都，基本上你都有。那个，好，那是奶奶啊，徐大逼啊，那是我大哥。哇，我耍周女士，那周女士年轻的时候，哎呦，那静静姐姐，那是我姐姐。你看咯，你长起哦，我那个衣服你穿起差不多。走，走去嘛。走路黑。啊，走不了。不下面，不下面。但是要等放假的时候才能上来哟，然后读书的时候都要回去读书啊，哎，然后待会他跟哥哥两个关系放了又可以上来。那是要想办法找个好点的门。但是前提是要在屋头听奶奶的话哈，在屋头听奶奶话不？听啊。看来奶奶没白带你哈，我一年。好，谢谢，谢谢你哈。哈哈哈哈哈。喝水，喝水，喝饮料。哦，你喊爸爸给你喝酒啊？他知道老汉儿不准他喝酒。喝酒吗？好，来，他们要。一百七。那种环境可以哈，古色古香的，哎呀，菜又好吃。按照真正的历史来算哈，成规。啊，文林，你今年卖？
家好，我三眼儿的，今天在我那个表哥儿那哈来保养车子，来到了万州，然后我表叔儿跟我介绍了一个他们那边，他说只有他们万州才有那种小碗的那种火锅儿，那儿我们就去尝一下吧。那是二桥是不是？那是三桥。哦，三桥，在那个航上里头。肯定是啊，比我岁数都大哟。没事，都没。我年龄小都够了。说十五六岁的那个的，那不行。确实，我那长相出卖了我的年纪。那是豆腐啊，那个。那是豆腐啊。皮豆腐。哦，还没吃过哎。不用了。哦，那个要快。我断的。不是，那个多端茶喝茶，喝茶大。尴尬尴尬，我以为给我们端茶水，弄起我还有点紧张。我说还好哎。茶水有啊，我给你们那儿拿。不用茶水。哦，给你们拿点水。不要不要，多喝你几瓶饮料。资格，看起资格，那是那个酸菜的，它非常好吃，真的好吃。嗯，好吃。小火锅儿，感觉跟火锅儿好像不沾边呢，完全一点儿不沾边。你不用打什么调料啊，底料那些。哦，那地方都烧火的，可能唯一的香边就是。都是个锅。哦，一个锅儿，然后就还有火。不过它也是用的小火，用的那种，不是用那种火锅，天然气火，那个都是快速快捷，好吃，确实可以。它那个还有牛肉汤哦，嗯，好烫的哈！我来弄下那个米豆腐，没吃过，这二爸没吃过那个米豆腐，想尝尝味道。说是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米豆腐。亮亮说的要吃热了的。嗯。哦，那个热的加那个香菜吃吃。又是另外一份滋味了哦。这会儿那个蹄花汤哈，包起来非常好吃，合我的胃口，麻辣型的，卤还没烂，不像这种非常，要么太干了，要么嘛又没那么香。咱们的米豆腐嘛，从来没吃过。鸡儿像凉粉儿啊，但是有点那种米味儿哈，吃凉下那种米味儿。
哎，把我气懵了，感觉像有点不强。他猪蹄好吃，他说做出来的很，很小气。我把我牙齿扯落，还是趴好的。你都会好吃，嗯，他那个不，他不是老万主任的话，还晓不得他的号，他的号。老校区，老漂亮。快来，七八子喂你。快点！啊，快点起！来吧。小孩读书了，快来！说到西湖，我们想去检查眼镜。那次回来就是，我看你眼镜呢。子阳，你看你是没事，你以后都好了。对，那看起没事。看起没事。肯定要检查一下噻。来不来？没有。来哟，狗嘞。是是来嘛。哎呀，你呀，看来不来呀？那个肯定来呀。那先吃包子嘛，乖，先吃到包子了了啊。大哥，把那个倒出来嘛，晓得吧？那个啊，倒出来他一点领先。他得我喝，是啊。有得领先嘛？他得领先。得起，那得学着喝。哦，你给我揭开。看，嗯，我清了个水。就检查眼镜。为诊所拿手机充了5000多块钱，拿回来没得？没有。不是那个，不是说拿得回来了吗？晓不得。那你现在给不给他刷手机？你现在不刷手机吧？等于说他还是个教训嘛？教训哈。拿5000多块钱买个？哎，买个那个。乖嘛哈，他如果是一天都书都不，最近都一天耍手机在头。那小娃儿哦，在那个游戏高头垃圾都乱点呢，太聪明了。这下你那个脸一扫一下都是哈，你又晓不得是不是梦，原来是福建。哎呀，那个叫什么面部解锁是吧，常常。嗯。小娃儿确实。你都晓不得噻。嗯。他一点那个耍游戏充币拿钱的时候，也快过来脸扫一下，扫一下他也晓不得是为什么，以为是跟他爷拍照的。你好聪明嘛，小儿子。还好还好，你小儿耍了10到20万充了，但听说是拿回来的，但是那5000多块钱可能，说是拿得回来，可能要点时间。店家什么都好，都是没规划好，好。可以，还比良品。哎，店家的亲戚比良品好多了，但是规划那一块没得良品了，所以说没升到区啊。这眼睛没问题，就也不痛也不胀，啊，有时都是有点粗那种。哎，你应该出去生气就到的，你刚坐这儿那个整个背影儿全部变成黑眼儿了。没事的，那个是出去输得更厉害。还点油嘛，反正。还点油。擦点点的油要不要点？你看一下嘛。嗯。哎，专门在那个医院来看哈，到底是到底想你。没事的哈。家属那边。回笼。两瓶回笼。嗯。也蛮好，人马20分钟过来。那在那些公路都方便的，是不是？
结果如果是适当合适的最好不喝。对头，你如果多喝那么一点点，它有个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如果你要是喝得太多了，喝得太多了，它都容易引起出血了。哎，问题不大。要不要检查身体？没事没事，没得。啊。这就中国了不得。怎么了？不，还好没事没事。没得，最开始的这个没事，但是也要注意噻，这个东西喝不得。之前忙很忙啊，他是去年十月份开始，主要是说在重庆的那个南平那个眼科，主要我想到还没必要。现在我们那个地方还看得来，如果没是没问题是最好的，是吧？一天第四次来。好好好，不放也多要低哦，没事都好，没事都好，知道，啊，走嘛，回家。